愿意帮我撑过在这边这些年，有趣的感觉，但我觉得蛮好的。好，这也是很多广告的都是必要的，因为很多点击就是一次，他所有点到就会成功的点击都会有问题。就是其实很多，它只是在增加它管理的成本。它其实很好，就是在上网下单把链接挂上去，下单就进来。动画太多了，然后导致说你只要点进去，没多久它就像这样，然后要一直按。还有就是像现在跟大家互关连线，跟大家一起直播讨论，也是还蛮新的体验。看到蛮多不同的问题，那接下来就是要加紧进度的。大家的这些意见其实也都可以作为政府网站未来整